主料，带鱼适量，洋葱、淀粉适量，辅料，姜适量，料酒适量，白糖适量，干辣椒适量，酱油适量，蒜适量，陈醋适量，盐适量，鸡精适量。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把带鱼沾满干淀粉，然后放入油锅小火煎炸，再把全部炸好的带鱼放入锅里，爆调料，添汤继续小火炖，收汁起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